死了。我没饶了他，他也没饶了我，一命换一命，行了，没给你丢人吧？不丢人，不该带你来南方。我呀，发现了一个宇宙真相，就是过去和未来都是一样的位置，时间也不是一条直线，它是没有规律的圆。过去就是足够远的未来，未来也是足够远的过去。我的意思就是，咱们呀，还会相见的。也许下辈子是两株水稻。宝，龙平，来，绝密，绝密文件，证人君子一案，我已经推算到最后两个名字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荷花花。孩子，拜托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